Hello， 大家好，爱奇艺的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刘文尚，在《皓镧传》当中呢，我饰演的是丞相赵胜。我就远远的看到，哇，一位美女翩翩起舞啊，在那儿好美，就是犹若真的天仙一般啊，特别漂亮。我就内心就很着急，我就想去看一下，哎，这个到底是景琰自己跳的，还是那个其他舞蹈老师跳的？其实因为一上来的时候这么高难度的动作，我没想，虽然景琰跳舞跳得非常好啊，但我一开始没想到是他自己来，我觉得啊可能会有一个替身先跳吧，然后再套近景啊或者怎么样，就常规的会这么去想。但是当我走到很近的时候，哇，景琰真的是你，啥？我一直在跳，哇！当时我就觉得真的好美，那一刻，就虽然他不灵不灵不灵，他全身都是在放光的。特别漂亮，所以我这场戏我记得特别清楚。